哎呀，跟韩团男友分手？我没有韩团男友啦，我啦。你知道，因为现在我觉得比较麻烦的是，因为就是狗狗它带去韩国了嘛，狗被带走了，因为一起养的哎。对啊，因为那狗一开始就是它要养的嘛，所以它就很坚持要把狗带走，但狗是一样爱你们一样爱那只狗。 当然，我爱死他了！我跟你讲，真的有，就是画了很多画都是那只狗。跟你讲，就是因为我爱他，所以我让他把狗带走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清楚的知道那只狗比较爱我男朋友，所以但我哭不是因为我男朋友，是因为每次睡觉的时候看到我家的狗在门口一直在等他爸，我就觉得好难过。你知道那种感觉吗？我就看着觉得。 就觉得算了，狗给你好了。但现在还好了啦，因为像我那个男朋友，他每天都打给我，要跟我复合了。